哦，对啊。大家都在争论这个问题。告诉不了，现在那个应该是去之前会有人跟您联系的，好吗？嗯。您行啊。那微的有联系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？嗯。有2000本书啊。2000本。在哪里呢？就在我家里。这个家。3年以前。那怎么办呢？那都一部车叫小张去吧。因为是这样，现在我们只管接受先电话，把2000本全拿去，就全部安排掉，好吧？对对对，好。我只能说尽量帮您联系一下，争取3年以前给您个电话，好不好？嗯，正说，那就可以接纳6万块。他下次搞5万人就可以了。OK，我明白，好。啊，这个好，好。我明白，好。OK， 看我。好好好，谢谢您。好，哎，好，再往这边转。啊，再见。叫那个王彪是写的，是李阳写。王彪也可以写，李阳也可以写。把这个告诉他们，要给他们写新闻吗？对对对，他们下午5点钟来。5点钟，好。对，那就给他们。5点钟要他们来搞这个。就是每捐够30块就给一本书，就送一本书。像毛主席如果一定要说送，不要说卖。哎，王师傅吗？一捐够30。哎，主任。但是有人捐了100，怎么办？他拿手上。那个 fax， 对，我那个 message 收到了。这个是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你这个钱取自于民用，没有，我刚才打就是通的，通完了之后给我 message 啊，不是直接。我那时候我一个人就看我有多大的程度。其实是捐的多的还可以做个 T 恤，做个什么把那个。对，别哪都做，还搞个活动 banner， 把那个搞个大型的，这个你捐的多了以后，还可以把那个，对呀，每个车子上 banner。他那个传真号41691。挂着 banner， 对，哇，挂着的力量啊，这个。每个窗户都贴着。这个就不一样了。你我们平时说几十万花的，我们看不见了。现在看见了，我要弄。跟他说了，我说为什么不弄？那我就想问您，他现在就想问，那43个人在一个地方上车有没有问题？一个手超动。对，好。嗯，好，这个自己好。要让宠物，好，他不可能发传真，不能读，他传真坏，不能读，那当然，读就那我没问。读这个字的从字典扣掉。读是本来就是不好。我们以后出新华字典是没有读的，不能就读，要把它删掉。但是那个读，这读太厉不能读，好，我们现在对那个美国联储那个主席发表点意见。